夕阳，带着丝丝的眷恋，慢慢地消失在紫禁之巅。随之而来的是大片大片令人感到压抑窒息的灰色，笼罩在紫禁城的上空。在宫中一角，豹房内传来一阵仓促凌乱的脚步声，这一切仿佛在暗示着什么。公元1521年3月14日傍晚，在乾清公园处的豹房内，眼无深陷、面容憔悴的明武宗朱厚照喝了几口药后，慢慢睁开了双眼，用尽全身力气告诉身边的服侍太监，让他的母亲张太后来决定谁来继承他的地位。武宗一生虽贪恋女色，但却无子女。死后，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商议，以武宗遗诏的名义颁布，决定由兴献王的长子、宪宗之孙、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其速成，伦序当立，以尊奉祖训，胸中帝籍之文告于宗庙，即日遣官迎娶来京，赐皇帝位。就这样，诏书颁布完，未满15岁的朱厚熜，在武宗没有任何子嗣的情况下，以胸中帝籍的方式入继大统，次年改年号为嘉靖。他私心更改礼制，大排异己，昏聩专断，怂懒内外大政。他毕生重新道教，一意修真，误入歧途，结果误国误民。他重用奸臣严嵩，喜听媚言，不理朝政，造成天下混乱。明武宗病逝时，佞臣江彬手握城外兵权，随时有谋反迹象，地方起义接连不断。由于武宗荒政失道，各地诸侯私底下也派人打探宫中消息，准备伺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按常理说，应该选离京城较近的藩王前来继皇帝位，以稳朝局。可内阁首辅杨廷和为什么偏偏向皇太后推选远在湖北安陆的朱厚熜来继承大位呢？史学家们分析古人这样做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皇明祖训为根据，采用胸中帝籍的方法挑选孝宗的侄子做皇帝，于是按宪宗之子排序，第一子、第二子、第三子孝宗皇帝都先后去世，其子嗣也都不健在。第四子兴献王就成为了宪宗的长子，这样皇位就到了兴献王朱佑元位下，由兴献王之子15岁的朱厚熜入继大统。按照轮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也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还有一种说法是，
对于那些不安分的重臣来说，假如拥立的皇帝好控制，自己便可手握大权，这可是官场中人的最高梦想。而此时的首辅杨廷和是个精明能干之人，武宗死后巧妙设计擒获佞臣，总理朝政，改革正德时期的主要弊端，在他看来可能是朱厚熜年幼好控制，这样便于总理朝政，故向太后推选他。但历史往往让人出乎意料，朱厚熜做的第一件事就让大臣们刮目相看。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2日，朱厚熜应召来到京师外行殿，礼部员外郎杨尚奎马上将登基遗著上呈给他。朱厚熜看了遗著以后，发现是按皇太子身份举行登基典礼，心里大为不悦，于是向亲近业务长史袁从诰说，遗诏上明明是让我来继承皇帝位的，而不是让我来做皇子的，所以拒不按遗嘱登基。杨廷和一看事情有变，便上前去劝说。此时朱厚熜虽然年龄仅有15岁，但却十分固执，对自己身份问题丝毫不做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只得陈太后出面进行调停，以天位不可久虚，依从了周厚松的意见，重新更改遗嘱，以奉迎皇帝礼从大明门入，朝见太后、武宗皇后、御奉天殿，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2日中午登基，即皇帝位。杨廷和没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遗诏竟然成为朱厚熜迫使他改变立场的利器。朱厚熜以遗诏为依据，紧紧抓住四皇帝位这四个字，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有这样的主见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元宗告说，殿下聪明人孝，天时奇之。但是我们看来，这也许说明朱厚熜在王府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朱厚熜的父亲朱佑元据说嗜诗书、绝真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长大的朱厚熜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因此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上，朱厚熜小胜，但是接下来由朱厚熜而引发的大礼仪之争竟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何为大礼仪之争呢？大礼仪争议的焦点，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朱厚熜当了皇帝后，到底应该称谁为自己的父亲，也就是称孝宗为父亲，还是称兴献王。
为父亲的问题。如历史上，汉哀帝刘钦原是成帝的亲侄，做皇帝后就改尊成帝为父亲。还有宋朝的英宗，原是宋仁宗弟弟的儿子，继皇帝位后也改尊仁宗为父亲。而这个办法到了周厚聪这里，因为他这个小皇帝的固执，却行不通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5日，也就是继位后的第三天，由于孙母心切，周厚聪就派遣使臣前去安陆奉迎他的母亲，随后又谕令礼部给予他父亲兴献王的尊称。根据周厚聪的谕旨，礼部尚书毛成、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众官讨论，已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主张不应重私心应重大统的意见呈报给周厚聪。周厚聪对朝臣此意极为不满，责斥道：这样的话父母不是可以更换了吗？下令廷臣重新讨论。显然周厚聪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手续的伯父为父亲。臣再次提议，但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无奈周厚聪的批复依旧是要群臣再去讨论，直到7月，这件事情仍旧悬而未决。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个新科进士名叫张聪，他悟透了臣拗不过君的道理，给周厚聪上书极力支持推崇私亲。他的奏章针对遗诏中只明确兄中帝籍来嗣皇帝位，并未明确先祭祀后祭统的漏洞，对杨廷和等人进行批驳，还说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在朱厚聪处境十分孤立的情况下，突然得到张聪这样的有力支持，自然是雪中送炭，态度骤然变得强硬起来，马上发手谕称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结果内阁首辅杨廷和也丝毫不让，将手谕退还，并且还说臣能不敢阿谀顺旨。君臣双方进入僵局。他私心更改礼制，大排异己，昏聩专断，总揽内外大政。他毕生重新道教，一意修真，误入歧途，结果误国误民。他重用奸臣严嵩，喜听媚言，不理朝政，造成天下混乱。朱厚聪外藩入京，皇位还没有坐稳，为什么一定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呢？现在来看，皇权虽说是至高无上的，但外藩入京做皇帝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毕竟没有皇太子般的正统地位，被大臣拥立为君，也很容易被大臣废掉。如汉朝霍光那般，
或是被大臣、被太后控制，如清朝光绪那般。不过，现在的这位年轻人不同，他身在外藩，之前只是王子，没有像皇太子那样身居皇宫京城而不得外出。他了解民间的问题，年少时又死了父亲，突然从天而降来了一个皇帝的头衔，他兴奋中而不是冷静。皇帝是要做的，但是要做皇帝就要做一个像太祖那样手握大权的真正的皇帝。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出，嘉靖皇帝一方面不愿以过继给孝宗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入继大统，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他要通过这件事来确立自己独一无二的皇帝权威，因此他才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可是在这一点上，标榜尊崇先师孔子礼教的大臣们是无法同意的，于是皇帝和大臣之间发生了纠纷，以杨廷和为首的众大臣表现得空前团结，反对的奏章堆积如山，压得15岁的世宗喘不过气来，也不知该怎么办好。周厚松曾私下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己，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周厚松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这时周厚松的母亲从老家来到通州，当闻听封号不仅未定，还要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孝宗，立刻大怒，对陪同的朝使说，你们当了官，父母都会得到封赐，而我的儿子做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我还进京做什么？蒋氏拒绝进城，世宗闻报后涕泪横流，他向太后提出退位，不做皇帝了，和母亲一起返回安陆。之后皇太后做出让步，让大学士杨廷和发布懿旨，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其母称为兴献后，但其封号中拒不加皇字，世宗勉强答应其生母兴献王妃蒋氏进城。可以说这两件事是最终让周厚松下决心发起一场历时3年之久的大礼仪之争。
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聪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父亲的义礼派，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孝宗为父亲的护礼派。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以杨廷和为首的护礼派占据着极大的优势。世宗这是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的专制，大臣们常以辞职相要挟。朱厚熜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职挽留。张聪看到自己几次上书均受到周厚聪的重视和赞扬，于是就在正德16年11月顺着周厚聪的心理上书大礼获问。奏章中以问答形式猛烈批驳杨廷和等人的观点，还说定大礼是皇帝自己的事情，必须由皇上自己独断，你杨廷和等人没有资格进行干涉。但张聪却没有想到，杨廷和连皇帝都敢据理荐征，自然不把小小的进士放在眼里。为了排除干扰，立即将张聪逐出京师，到南京任刑部主事。张聪被杨廷和逐走后，使周厚聪失去了得力的支持者。但周厚聪的母亲来到京师，成为他的得力依靠。于是明世宗周厚聪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皇子，但是毛成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书力争。这期间周厚聪派太监去见毛成，向毛成长跪叩头。毛成吓了一跳，让其快点起来。太监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成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句，不参加义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而此时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鄂上书请求改称孝宗为皇叔父，称兴献帝为皇父，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熜祭祀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私心更改礼制，大排异己，昏聩专断，总揽内外大政。他毕生重新道教，一意修真，误入歧途，结果误国误民。他重用奸臣严嵩，喜听媚言，不理朝政，造成天下混乱。义礼派与护礼派的对立，由于世宗的支持，义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这个时候，当初反对世宗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成、梁廷和、蒋勉，或是死了，或是退休回家了。于是世宗下诏书，命令桂萼和张聪火速来京城讨论礼仪事情。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公墓县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母的哭门事件。由于义理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理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于是包括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史30人等共200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哭声喊声震天。据史书上描述，当时的场景是一臣带头，全臣同呼，声音震撼阙庭，响彻大内。世宗没有遇过这种情形，一时没了主意，两次命太监传谕让诸大臣都赶快退下，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于是世宗派人将为首的几名大臣押入监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骚动。世宗皇帝杀心顿起，将134人逮捕，86人戴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至此历时3年之久，震动朝野上下的大礼仪之争，群臣付出了血的代价，以世宗大获全胜而落下帷幕。朱厚熜终于如愿地将父亲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基在武宗朱厚照之上，实现了他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即找回了他的皇帝尊严，同时通过群臣斗争树立了他自己的权威，开始了他的嘉靖统治时代。从大礼仪事件中，我们看到世宗朱厚熜是一个很有魄力、谋略、手段高明的君王。在他刚登基时，面对正德威权，有振兴之志、中兴之举；当他执政后期，皇权高度集中，迷信方士，重用奸臣严嵩，所以大礼仪之后，嘉靖皇帝政绩并无突出建树。在他20多年长期不理朝政的时间里，明王朝国势日益西下。